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方圆脸代言系女生，那一定要花2分钟来跟我学这个清透自然氧气妆，助人度很高级住了。底妆呢轻薄一点，先把瑕疵遮一遮，再直接上个气垫就可以了，就以清透为主，因为整体妆容很淡嘛，就把五官修得立体一点，再提亮。 OK， 给截图了，晕开晕开。眼影米色打底，棕色加深，中间再叠一点点亮片。眼影几乎没有存在感，只起到一个消肿的作用，我们就把重点放在眼线和睫毛上，让眼睛更有神。用棕色的眼线胶笔加深一下整个上睫毛根部。我手里这个是 Kiss Me 的，它颜色超级自然，而且粗细可控，非常好上手。我这次是买的升级款，感觉比之前画出来更顺滑了，我根本停不下来。它家防水持久依旧很强，速干成膜，搓都搓不掉，靠搜都搓红了，搓不拢。眼尾这里再拉出一个小尾巴，再用它轻轻描一个卧蚕。哦对了，它这种质地的胶笔还可以点痣，所以我们在眉下这里点一个痣。睫毛刷一刷，睫毛膏我也一直用的是 Kiss Me， 很多人不管新手老手应该第一支都是用的他家吧。刷头很细，下睫毛也能很好的照顾到，刷出来睫毛翘翘的，持久力度一整天，关键是还非常好卸，温水加洁面就轻松搞定了。偏橘粉的腮红扫在面中，其实向上有一个收缩的作用。最后叠涂一个水光唇蜜，关注辣椒哟。